慷仁业力引爆，钟瑶轮回曾凯旋。本周演艺圈弥漫在大型仙女送公文的比赛当中，缘由是有命理师看出范玮琪跟张韶涵在前世因为该场比赛结怨，其实换在吴康仁、邵雨薇绯闻新欢钟瑶，吴康仁前女友曾凯旋，吴康仁前女友张丽昂，邵雨薇前男友，也是一圈复杂的食物链轮回。娱乐猪是猪开了天眼，看出其实吴康仁跟钟瑶是男师傅和女徒弟的关系，日久生情而发生恋人情愫。吴康仁和曾凯旋在另一世是员外和丫鬟，两人同样近水楼台，有了感情却没结果。至于张丽昂，他则是男师傅为敌手，看员外是眼中钉。